霸主机。以创新为重点，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努力把上海建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际经济中心。上海上个月庆祝浦东新区建区十周年，在一个国际研讨会，市长徐康迪把握机会宣传发展大计。硬件设施方面，重点推进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这个三港的建设。软件条件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尽快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符合的运作机制。上海市政府今日以高效率、具魄力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一日千里的转变背后是经过中央政府15年刻意的经营。从80年代的中期以来啊，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包括汪道涵先生、江泽民先生、朱镕基先生，他们曾经都先后担任上海的市长，当时就在研究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到了1990年的4月，中央政府呢就确定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决策。那么在这个战略决策下，交给上海的主要任务呢，是努力的使上海成为一个国际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城市之一。上海外滩金融一条街，巍峨古旧的西式建筑林立，这些建筑物见证上海百几年前成为英法美俄租界，迅速吸收西方生产模式，到20世纪30年代不单成为中国金融外贸龙头，更加是亚洲其中一个主要金融中心。时间验证一切。浦东主干世纪大道这座以时间为主题的巨型雕塑，充分显露上海想争分夺秒与时并进。世纪大道起点是陆家嘴金融区，在中央政府批准的优惠政策吸引下，这里有48家外资金融机构进驻，其中23家由1998年开始仲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央为促成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踏出重要一步，一踏出第一步，迎面而来的挑战无穷无尽。上海呢，它应该是很多东西它应该是具备先走的条件，但是你走出去以后能不能成为中心，除了主观愿望我去争取以外，有一个认可的问题，有一个这个通过交易活动大家逐步的能够把这东西到这儿来。我总认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在这儿喊呐、说呀就能做完。作为中国央行的人民银行，在这个重要时刻由北京派蔡岳生来上海担任行长，怎样才能够将上海推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费煞思量。作为我在这个到了上海这个位置上来，考虑到这个中心怎么建，我是在考虑，因为你现在这个发展不一样。如果说上海从30年代的这个中心能够保持延续下来，那当然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但是你要想把这个交易活动的这个东西能融入在这块，使它逐步的壮大，这实际上要动些脑子的。你不可能像建立伦敦的中心，这个包括像亚洲东京这样的，这个香港这样的，
那个群众，我要考虑这些，但是还要分析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市场的特点，怎么能把我这个中心搞起来？纽约、伦敦这些角度来讲，那你上海面临的这个需要完善和创造的东西是全方位的，不是某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人才是一个问题，虽然吸取到外国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但是经历几十年计划经济，比较国际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特别对于上海来这个人才呢，除了技能以外，他要有视野和观念上的才能，是吧？这样他还能把这些东西呢，如果说还是在一种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状态来做些这些东西呢，那可能不行。这个恐怕也需要一段时间去，不是恐怕，是肯定。人才上海可以主动提升，但是一些基本国策上海根本无能为力，好像外汇管制就正是上海要发展为国际中心的最大绊脚石。中国的话叫我讲的叫做欲速则不达，是吧？你必须在整个这个需求大体呢都到这个时候的，但是我现在不是不研究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对于每一个出现比如在经济发展、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这些出来的问题呢，我们都在研究，但是它到没到修改法规这个层次上，我们要看的这个问题反映的面。但是作为上海本身来讲呢，按照现在接轨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不可能就上海这个层面上呢再单独制定一某一类的这个带有这个比较大的法规层次的东西，只能根据这个法的层面下面，对吧？再有层次，我们结合上海的具体情况，可能在这个实施和具体规范化的这个情况下呢，做一些管理办法的这个修订。是这样。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市场和法规这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大家所认。你说香港发展到现在，啊，它作为一个中心，除了，所以它很的一个大的吸引力，由于它的这个自由港的很多一些政策，才能到这儿。为了上海要成为中国金融中心，1987年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将国内停业近40年的交通银行改头换面。以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新姿态再次登场，强调作为商业银行，经营方式全现代化之外，仲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卸下过去要承担国家任务的重担。你想说问的问题是不是说还有一些什么干预啊，或者什么没有？现在我认为啊，这么几年以后啊，国内市场经济啊，这个意识啊。这个应该比过去啊更都强了啊！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应该讲，我个人认为是大大减少，啊，因为现在地方政府他也承担了很，他不像过去地方政府就管经济，现在地方政府职能也很大的转变，啊，他现在主要的职能放在城市建设放在配套设施营造一个投资环境这方面比较多。现在总体上讲，像我们交通银行作为商业银行，这个贷款贷不贷、支持不支持，很大权力是决定我们自身，不是决定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要你这个项目，要你贷，那这样的情况大大减少。今日上海要发展高新科技工业呢一门香港银行望而却步的行业，但是交通银行就无惧风险。银行呢，就是一个风险的行业。你说银行的贷款100%。100%都没问题，谁也不是神仙，没有那个本事。但是你做银行，既然是一种投资，它必定有风险。有一个政策是说要支持那个高科技。现在说银行支持什么，有没有政策？关键还是我的看法，这跟过去观念上有很大改变，还是取决于你这个企业。这个就是说从银行来讲呢，高新技术带动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些企业今后都好了的话，对银行来讲，应该讲是。很有好处的，传统的有些工业逐步它要淘汰。上海推出一个又一个标榜高新科技的工业区，
2007年，而家仲喺建设中嘅张江高科技园区，就被市政府指定做生物医药、信息产业同科技创业基地。高新科技，万千宠爱在一身。坐落浦东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9年，有接近500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值16000亿人民币，是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不可缺的一环，亦是为国企改革提供资金的源头。中国证券法去年生效，只要企业通过资格审查就有机会上市，老牌国企海鸥相机厂蓄势待发。就企业你要推荐自己，国家要选择你，很重要的就是看你企业符合不符合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发展的一些要求，比如像现在搞高科技，国家很重视很支持，就容易上市。海鸥厂1958年生产中国第一部50毫米相机，成为民族工业代表。尽管过去产品同世界水平相距20年，在市场上一直受保护，直至1989年6月。1989年呢，正好不是国家那个6月4日嘛，经济形势还是比较严峻，所有的外资企业、大的品牌，全都是蜂拥而入进入中国市场，90%以上是走私的。1989年开始，整个的中国上下游工业全部往下滑，滑到就是。几乎没办法生存。我们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是到91年年底，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那时候有5288个员工，一个月要亏损170万人民币，也就是一年要亏损2000万。海鸥厂挨到94年，向中央同市领导提出救亡方案，同时要求国家承担债务。结果，厂近3亿嘅巨债就由政府解决。无债一身轻，相机厂再度起飞，乘住高科技气流转型生产数码相机，睇准政府一定会支持。我自己筹措了2000万，还有外面一个大的公司，他投了1000万，政府知道这个事情就支持，给我们定了一个项目，叫海鸥产业化示范工程的高科技项目，国家纪委批准了。这个项目是1.05亿人民币。到我们成立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提出来了科教兴国了，高科技成了全民重视的一个热点了。那么上海在这个方面呢，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上海出台了一个叫18条政策，就是扶持科技成果转化的18条政策。科技人员可以持有股份，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自主的决定我们的组织机构，我自主的决定我们的整个的管理体制。这些年来，深圳和北京的高科技发展给了上海很大的压力，我们终于痛定思痛，要创造出更宽松的、更有利的环境来促进我们上海的高科技发展。施雷同一批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亦成世组织股份公司，将10多年的研究结果电路设计化为商品。我们研究过，我们政府全力资助的项目很多都是失败的，这很特殊很奇怪啊，他拥有了这么多的资源，他反而没有做成功。那我们这个公司呢，我们得到了政府的很多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过政府的资助。你们今天待的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火炬计划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我们就是基地里面的一个核心企业，那么我们当然会受到更多更好的这种支持。具体的怎么去支持啊？在中国我想应该有这样一条吧，首先啊，不限制就是最大的支持，我想对各国来讲都是一样，允许你做按照高科技的规律去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支持我说只能叫锦上添花了，但是我最要的支持还是给我发展的空间和我的机会。上海现在正在推行它的金卡工程，它有交通卡，它有社会保障卡，那么就说社会保障卡吧，它就是1300万张的这样的一个，如果允许个人，允许自由竞争，允许大家都来争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就可以培养出很多的芯片厂。那这种支持就是非常巨大的。除了这个模特儿不是，企业既要政府支持，又要政府少干预，得到国家援手解决近3亿财政困难的海鸥厂亦无例外。一个企业呢，你发展中间呢，需要有很多的因素的组合，但是有时呢，难免就是自己的想法和上面的想法不完全合拍。那么怎么办呢？到底以企业为主还是上面为主？理论上解决了，企业是主体，但客观上有时候呢，还是上面为主体的事情。我们上海有很多好的企业，但是没有一家超过他们。也就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说上海的管理很规范，很规范。那么在市场经济中间呢，有的呢，如果太规范的话发展呢有时候不会很迅猛。也就是现在我们上海大企业，有时候所考虑的一个，也是一个问题。上海人热爱足球运动，企业界喜欢用球赛来比喻上海政府的办事方式，乜嘢要做，乜嘢唔俾做，他们都嫌政府仍然管得太多太紧。应该是球证身份主持公道，现在就连教练做埋都不得已，还落场踢埋一份，甚至出矛招，令其他球员冇晒心机踢落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政府的保护无论是支持抑或是干预，有效性将会越来越细。上海要加强竞争力，政府非逐步放手不可。目前呢，关于 WTO 问题的研究啊，是我们和专家系统共同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也就发现了上海的很多的短处。比方说，从这个政府的这个体系来讲，政府的行政的运作体系来讲，我们现在感觉到呢，可能我们以往的一些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未必符合 WTO 的这个框架，我们可能呢也要做一些调整，怎么样创造一种更加公平的一种竞争环境，啊，在这方面呢，我想，是我们需要进行改进的。外国银行进到中国来，特别是办理人民币业务，啊，对我们那个洋银行的压力很大的。那么我跟压力，服务手段的竞争、客户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啊，经营机制的竞争，这些竞争对我们来讲是确实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思考，啊，比喻说，我举个例子，打足球，你老是跟个三流球队打，你就只有三流球队水平；如果是跟一流球队我们打，我们也可以提高水平。现在我们足球也不是引进很多外援嘛，是吧？也不是想提高水平嘛。那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外资银行来办分行啊，办人民币业务，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我看到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银行毕竟对中国的客户比较熟悉，啊，我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个是很重要的。WTO 进来以后肯定会带来问题，啊，你要说简单的说影响大小，现在很难判断。它的影响，我准备的充分，干嘛？它影响不会很大。上海本身它对于这个接轨和加入 WTO 的这个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呢，是可以对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法规制度提供一些很多实践的一些经验，哎，和这个问题。为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市政府今日改以小政府形态运作，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基础建设、人才培训。从外观上，上海已经起飞。
那下一步最主要是要做什么呢？最主要的，您的问题有时候说的太，我认为是太，对我来说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太具体。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靠我们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这个基础的壮大，我这个中心才能够迈向世界。我们也非常关注香港，因为上海呢，这个和香港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我们也感觉到香港已经在成功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有可能正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去做的工作。为了事业前途，长期留在上海做事的香港人有万几个，看着竞争对手上海一渐长成，香港人百般滋味在心头。下星期日晚7:00，铿锵站。